那么我们知道，这中国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看病难的问题。这中国的大医院看病往往需要凌晨2点钟就到医院去排队，而看到医生的时候，我们只有1到2分钟的时间，所以病人的抱怨很多。因此，我们国家现在正在大量的造一些规模非常大的医院，几千张床位，甚至上万张床位。那么，我们这个是不是未来的一个趋势？那么我们从技术上进行一个解读。那么我们知道，在过去 对一个人的染色体进行解读需要1年的时间，而现在或者将来，我们只需要短短几分钟的时间，就可以破译人的全部的遗传机密码。那么这个破译可以预测我们个体将来你会生什么病，我们如何去预防这个疾病。那么现在我们新的技术可以读取我们大脑的活动。 通过这些读取，我们可以了解我们的记忆，甚至把我们的记忆活动下载到计算机中间，所以我们有了读心术、读脑术。那么新的技术的进步还表现在我们克隆基因技术的进步。那么我们知道，我们可以把人的基因克隆到猪的身上。那么猪作为我们的食品，未来一定会作为我们的器官供应的来源。那我们人类的克隆技术也可以把我们的人类的生殖技术，而不需要依赖于 异性的参与，那么当然这会面临一个伦理学的问题，但医学的进步还表现在我们纳米技术在医学中间的应用。在未来，由直径仅仅几个微米的纳米马达，可以放置在我们的血管中间，它自行的导航到我们血管堵塞的部位，所以未来心肌梗塞、脑栓塞等等，可以不需要外科技术的介入而进行解决，带来我们医学的革命。 那么，我们的外科手术机器人已经逐步在临床推广使用。那么，这个使用机器手可以由540度的旋转，而人的手只有180度。那么，我们的外科医生可以在自己的办公室，甚至在家中，对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的手术进行操作，完全改变了我们一个新的医疗模式。更为重要的是，刚才两位教授都谈到，我们可穿戴的医疗设备可以实时的24小时的 监控我们人类的生理指标、健康指标，甚至可以化验到我们血中很微细的变化。那么这些信息可以通过无线的网络实时的传送到我们自己的医生的手上，医生给予最为及时的一个判断和进行治疗的指导。当然，在大数据的应用在医学上是一个另外重要一个方面。我们医学的大数据是我们未来健康产业的一个核心。 那么大数据可以让我们更加及时的、更加准确的来判断一个药物的疗效、药物的副作用，甚至我们可以提前1个礼拜来预测我们未来人群中间是否发生流感、是否发生一些其他的问题等等。所以大数据是我们医学另外一个重要的一个进展。 当然，我们现在大家所知道的 CT 磁共振等等检查手段，仍然需要依靠医生进行一个判断。但是未来，我们的智慧 CT 智能 CT 可以把我们整合在我们所有患者的所有的病理图像，因此 CT 可以自身进行一个疾病的判断，而不需要医生的参与。那么现在在我们中山医院， 已经有了云端的医学实验室。通过这个实验室，我们同时控制了上海很多家小社区医院的一些病人，它可以有30000人同时传送一些医疗信息到我们的医生的手上进行一个判断。所以，我们未来的医学会发生一些变化。那么，我们现在看到，我们机器人的护士、机器人的医生也逐渐走向病房，那么解除我们很多医生的劳动。 那么我们医生可以在家中监控一个病几个病房，甚至几个医院的患者。所以在未来，我们每个人身上有一个终端设备，可以及时的监控我们患者的健康。如果我们发生了紧急的医疗事件的话，那么可以紧急的运送到医院，通过我们的智能化的系统来进行一个判断。如果需要进行心肝肾的移植的话，那么我们下边的 养殖场可以我们的猪可以给大家提供丰富的器官来源，那么这种器官来源是我们组装人成为一个现实。那么我们看到新的技术让我们的医学发生了一个重大的变化，我们的医生和患者之间更是扁平化的一个关系，不需要一层一层的医院进行处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技术革命是否让我们现在越来越照大医院的趋势会有所清醒，会有所反思？这是我给大家
的一个问题。谢谢各位。